大部队，Cherry 这个牌子，它不是主要做鼠标，它做键盘的，它的鼠标垫肯定一般的呀。你肯啊，定你要看它买是，做鼠标的品牌的厂啊，商要的买鼠标垫呀。白盘 GW，你像 Cherry 这种品牌的鼠标完全垫，的它就对是个点，配货，它跟那些国产的估计没完得全比的呀，对肯点，定不那好。打大号旗就行了呀。你那拆你是拆瑞的点子，那你是那种买键盘送的那种吗？鼠标垫一般很好的就100块就能买了，100以内。那你买键盘送的鼠标垫，你觉得很好，那是因为你没用过好的鼠标垫。哎，人鬼最大问题是 DK 跟圣骑不能互呢。送的东西那能好吗？哎，要出 DK 吗？出谁呢？我一般用的都是登场的垫子，是的，我现在用的是登场的垫子。小强，双同族的都弱呀，不只是双鬼，你双兽族、双暗夜、双人族一样弱，你肯定种族越多越好啊，光环都多好几个。好，好。用机加牛。那这个开局小强首发，但是分矿离得好远哦。这不一定开矿的了，刚才就一没位开玩矿，家的刚才部就还队没开正矿，不遭就到赢攻了击。吗？刚才配的是兽族啊，兽鬼后期强啊，你不开就不开啊，你搭个人族，你后期又没那么强，你还能不开哦？按牛头练腮，能霸道了。人鬼那边看看他怎么搞，开局还没看懂他们要怎么搞，一座基地正遭到围攻，开局很温柔啊，鼠都在标练小垫区九，别很大的，防范的 KOG。鼠标垫不贵的，鼠标垫100块，50到100块之间就能买一个很好老的，你大们把可以 KOG 去过来陪尝着试吧。一下，好吗？那 KOG 这里陪着的话，人族可以抓紧时间练三了呀。有，想练中间吗？再往中间靠。怎么练啊？中间打不过这个怪啊！一位玩家你的不部要队动正我遭到哟，攻对面击。有 KOG，你还能抢得过中间？这大法是几个意思啊？他是过啊，送来啊！陪牛，好像是不这不要是牛送头练吗？腮。那边不练级了呀，残要杀你的是啊，兵就杀完你事了，你兵，残杀一个兵个。杀完再练，随便。随便搞。哈哈，这还能赔的吗？这有 KOG 在，这一啥意残思一啊？这是在个，送吗？这一波人族，为什么一家追着两家一位跑？玩家的部队正遭到攻好击，凶啊！他一家追着两家，这么牛逼的吗？打呀，这跑就是啊，传说人中呀，的还气懂这场个兵，吗？一家人族追着两家跑，这气太牛场逼了压吧也！制。对，牛头不管这个大法师了啊，小强跟牛头都在练三。没有暗夜，你想想又不厉害，我给你爆肝。问答乌鸦也不算毒牛，只是一位它玩辅家的助部性不队强。正遭到攻击，永云不也问一答样乌吗？鸦也可以，就问答乌鸦跟彩色答乌鸦很像，是的，他们要当和的，不你能说当木辅纹助。达乌鸦跟彩色达乌鸦很像，这是谁侮辱了谁？彩色你有觉得被冒犯吧？没有的呀，我为什么觉得被冒犯呀？你是不是？那你觉得很爽？采有访一蓝，个很好，爽。接个彩，修个围杀，来右边补上，哎，好，可以扎实双围了。
那然后练中间，那这把受制暗夜还是很优势的。小强三级接着练吗？也没三。一些没听不出的小强送的血瓶。我打阿维亚不是毒瘤。哎，他们为什么不练中间啊？中间是魔拳可以练的呀。一位玩家的部队。这么多猎头随便练啊？我操！他们要开矿。他们是想开矿吧？你看林呱呱还在练。要不然练这个点的收益远没有中间高啊。对啊，你练这除非是开矿，不然有啥用啊？布垫是不能水洗的，水洗了。Alex 过来找小强，人族那边挂机应该是敲了个商店，只能擦，门都出不了了。洗一次就可以丢了。因为玩家的部队，你主要垫洗一次，你垫的就不是，你垫的是抹布。豆金这波该进攻了，那就打吧，有三级了，该打了，拉上小精灵好吧。一v 一兽族用兽族，哦，不要用人族，可以的呀，可以这样。有的比赛不行，但这个比赛可以。像之前我们团队赛有一届就不行，他反而这个是可以的。你看一毛饭就是哦，不要用 UD 啊，然后待会打 一v 一就用人族。第一次黄金联赛不行，第二次好像已经行了。哎，他们不去进攻吗？你说换图的问题，应该是可以了呀。就我们那一次不行啊，我们打 RP 决赛那一次不行啊。嗯。不让换图的。上一次就可以了呀，但是提前爆图就行了。他们不去哎。这个受精这么不去打好蠢啊，疯狂还要被发现了。一位玩家的部队不进攻啊，两家一本兵不进攻也太蠢了吧。无所谓啊，那就那个呀、啊、把牛头练到 五级啊，然后 Alex 也开矿升三本出三领就好了。打后期又不怕，你为什么要进攻啊？真的不怕吗？肯定不怕啊。一座基地正遭到围攻。你只要不是打兽鬼，你不用急的了。这后期谁赢谁不好说。一位玩家的部队正遭到攻击。啊，五级牛就靠五级牛玩。五级牛，然后还可以。但是有一收一，好吧，这边人兽这边练级效率还是蛮低的。这个人死这边练得蛮，他们练得有点畏手畏脚的，我感觉。那肯定的呀，大哥，你在野外打不过啊，你只能畏手畏脚啊。三级牛加 KOG 你怎么打得过？现在在外面见面就是交情。一位玩家的部队正走。MK 要练死了呀！不卷轴，有！哇，好了。翻盘的契机来了，削弱，这是被削弱过的，150血，还是强啊，那是强，他只要能群体回蓝，回100也特别强，就完全超模的了。但团队在谁来着？装的不带。你算一个小蓝瓶多少钱？他每个单位回150的。但每主要是你所有英雄都吃个魔瓶，性价比就巨高。对呀、啊，他哪怕不回血，只回英雄蓝就赚了，就回本了。就不要说还回血、哦、还回兵之前打那个团队赛 TG 那个徒弟打谁来着，我记得被这个翻了。我呀，我跟零零啊，打120跟力啊。哦，那张叫什么图来的，打完的那个宝就改了。但改了其实还是很厉害。对，主要是和同级的宝差的有点多。同级的好是挺厉害，同级的特别垃圾、嗯、同级的宝都是些啥呀，我靠，同级好像就是那个蠢熊，同级的老宝是蠢熊，然后那傻龙蠢熊傻龙赖蜥蜴，还有一个
因为弱石头正遭到攻击，石头还行好吧？都是什么东西啊？同级的宝物，石头还行好吧？有一说一，你什么熊还行啊？石头啊，他说的是石头人还行，石头 石头人在这些宠物中已经算排第二的了，好吧？一座基地，只为保卫部队。应该是跑家转三本了，家里面。妈，那个蜥蜴能被驱散的，你不要以为它是个 DH， 它上来 biu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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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没了，消失了。一般能打到这个宝物的时候都有驱散了，不能驱散也是一轮就没了的。哦，这波 Alex 跑家被逮了，回城了。一家牵制了两家还好，等火山领出来。地图上的野怪只剩下两个石头人，还有一个矿点。等火山领出来，好吧。山领没那么快，他现在才二本。人鬼现在打团，没有被牛踩的那么惨，还是有一丢丢机会的。现在还没山领啊，等山领就没机会了。好吧，石头爹。这个局呀、啊，人鬼的团战没法打呀，这五级牛怎么打呀？没山顶还能打，就靠这个群补了。我跟你讲，这个大群补跟小群补还是不共享 CD 的，还可以连吃的。有一个25秒的大无敌是吧？是的，还有、那个、没山顶，对，还有、那个、还有一个什么？还有那个大雪，大雪加魔，这一把完美开团。好，完了。UD 在后面， UD 还上不来，哎呀绝望，直接 TP MK 交无敌吧。哇，血亏，白给两本 TP。 左上角偷了片矿，发现了有小精灵侦察的，然后可以去搞。是一毛饭用的不死的，一毛饭的随机还可以的，一毛饭 会用兽族 UD 的。一毛饭的随机也有个20级的实力的。那打毛啊，这边山里马上出来了呀。怎么还有绞肉车？我没有看错吧？没问题，绞肉车没问题，打小路。也没有小路啊？也有小路吗？火枪，那有打女猎也行啊，无所谓的，脚踏车绝对打女猎也行，脚踏车肯定不错，肯定有用。你就给后排图文艺就有用，不要说太远。你看脚踏车一砸，后面后排图到文艺，就这一个用就够了。哎呦，小强，我先吸了一下。刚才这波人鬼的阵型完美啊，两级拖了。刚才小精灵炸的有点不讲究啊，刚才小强被怎么又开始打英雄了？怎么又开始杀英雄了？你能不能不杀英雄啊？他们又开始这波兽族暗夜飓风无比，因为没有三零女猎手很没用，三个小强贼亏。所有的人鬼血赚的兽族暗夜的所有人口蒸发了，好吧？你看暗夜，暗夜死了多少兵？女猎死光了，整个部队就在那 A 英雄、啊。他们为什么动不动就打英雄啊？有这英雄有那么好？有零呱呱在，你懂的呀。我真的是惊了，出个猎头也要打英雄，打个 2v2 也要盯着英雄，我真是遭不住了。出个猎头也要打英雄，这所有的部队就他喵的右键英雄上打英雄好。说实话 ，AD 版都比打英雄好。肯定呀，肯定不能打英雄的呀。这一盘这个小强六级三级那个大招还是很有用，他单小强，单小强没奶，一个大招疯狂保生存，还挺远的。但是接下来有三领，杀了个小。接下来有三领跟三领跟这些女猎就不是一个 level。哎，女猎手比较费。石头人走掉了，这石头爹。这波猎头的状态巨差，对呀、啊，就刚刚那个瘟疫。那波人鬼太有机会了，这里兽族暗夜根本没缓过来，状态没过来，三领数量没成型，三领也没来，这边看见。我靠，人鬼这盘这也能过来？
打不过呀，你这部队刚才怎么打呀？刚刚可能亏了有30人口，好吧？不止，有可能不止。刚刚不知道亏了多少人口。暗夜起码自己就亏了30。关键是感觉他就没杀到兵。对呀、啊，肯定没杀到。女猎手，你还想、就是、你还想起飞、啊？刚刚那一波净亏损30人口以上，然后现在兽族猎头，你看都没蓝，都没血的。别自己被秒了，这个牛很危险的。有 MK 踩加，有 MK 锤加，对，这也是个扛过。你们还有腿跑呢？都 TP 的，哎呦，又送石头，牛逼啊！一座基地打了，没了呀，没了，这又十人口没了。一言不合就打英雄，这怎么搞啊？团战就没赢过，反正2v2团战也没赢过啊。一位玩家的部队，林呱呱今天输了多少多团了呀？6-7波吧。呱呱今天就没赢过团啊？今天一天都没赢过团，打了最漂亮的波团，打了个5开。那也跟他没关系啊，这 他地洞都被拆光了，基本是小凯在打。不是，他说的是压一的那波，压一那波。一位玩家的部队一座基地正遭到围攻，那里叫杀了。金呱呱家里非常危险。啊，这个插件看不见人口有点烦，好吧？插件。这个插件刷新的有点慢，这个插件其实开了还不舒服。好，回来打山里应该是有4个，但其实兵力还不足的，后排输出不够呀。哎，牛隐身，我离开了飞机的。有飞机，哎，可以，刚好躲开了飞机视野，可以了。我了个锤！上了，一位玩家部队正遭到攻击。踩，这没踩哦，再锤。好，这一扬了一下不给锤，可以，这个扬很精彩。大无敌，牛可以开大无敌，而且有4个山岭，这一波有机会，这一波牙签仔非常安全，有机会了。立功了！我跟你讲，你看这一波牛立功了。靠，这输出！哎呀妈的，这几脚加小精灵，可以，赢了，翻盘了，又翻回来了。但暗夜最扎实的兵还是山岭加精灵。对。我山岭完全包住，牙签仔完美输出，牛头完美踩，好吧。但是下一波牛没无敌了，很尴尬啊。刚刚是大无敌，再买个小无敌啊。牛很需要。还可以买魔免，这种情况魔免也有用，小无敌加魔免的用。你只要有个2-3秒让你踩出来就行了。这波打暗夜的分矿，这波分矿有点不好踢的，这波要踢不好踢，守不了，不踢，你踢了你不许崩吗？肯定不能踢呀、啊！你再开一片矿就是不能踢的这种。你两个人踢过去要700块，踢过去还不一定能打赢。你700块开一片矿都不行。踢过去你阵型很容易很差的，对啊。很亏的那种，主要这波被人族一家把这个给拆了，有点伤，好吧？又不知道的咯，一开始。人族也没有出一只熊，谁知道你 TP 过去后面会不会有个 U？ 这张图出一只熊的性价比极高，因为有魔拳的，你这一只熊一直套凡人环瞳就血赚的，是可以出的。出那么两只熊，好吧，很有用的。你这也没用的。VR 就是个跑家兵种，控视野兵种，它不是打正面的兵种。你像这个局有两个熊在中间。女猎是个战略兵，他打战略的，控节奏控视野。那女猎你还要他打团厉害就有点过分了。一座基地正遭到。女猎，我团没打，还是该跑，把女猎跑完了再说吧。牙签仔这个兵种，论纯输出跟 AC 应该差不多，但是他容易死 ，AC 不容易死。那 AC 还射得远呢。对啊 ，AC 比牙签肯定厉害呀、啊。对呀、啊，射得远。但是你射程太重要，对于纯单位来讲，两个
你论 DPS 差不多，但是 AC 的生存环境你像小炮天天水友吹上天，就是因为射程啊，有一千多射程，射程很重要的。牙仔仔，牙仔仔开个狂暴死得快的一逼，而且他射程还近，也不算近的，已经改过了，以前很近，现在还行吧，牙仙仔。你练级被抓了，加了100射程之后，牙仙仔的那个出场率明显高了特别多。我直接 TP 了，一眼睛。振兴很差呀，山岭在后面。哎呦，好，哇，瞬间倒掉，这波还有点伤。一位玩家的部队正走了一个猎头，亏了好多血线。团战，团战其实就是看振兴了。这团战一切皆有可能，看不见人口啊，零呱呱52，六，人口是人死这边高一些，但是兵是受精这边厉害，那英雄人鬼多、啊，还好吧？英雄也是受精这边厉害，就看阵型。英雄受精厉害，只要牛跟山里能进去，就是受灾也赢，进不去就是人家泡沫。还是要精灵啊，这光山岭、啊、光山岭不够稳，有小精灵牛头在哪里，牛头呢，小强吃山岭基地，哎，小强后面，好了，牛头杀入了，是没啥意义，牛头进去了，牛头位置很好，牛头待会可以，小强的位置非常差啊，啥也抽不到，好了，牛头乱狙，好，控牛头，牛头很危险，捉一下，牛头非常危险，哎、控到十吗，来垫一下，凉一下不给你锤，牛头该开无敌了，无敌牛开了个无敌牛 ，MK 很危险 ，MK 一踩要死了，实力大 ，MK 很危险，牛头但是没有激活到，猎头射程不够，牛头快不行了，牛头吃群火 ，MK 也不行了 ，MK 无敌顶了，不再被锤晕了这里，好，被捉起来了，危险，牛非常危险，牛锤但是没有火力跟上，牛头还是能踩，好了，继续踩这边。山岭还比胖子强太多了，是的，但人族的兵没怎么死光了，山岭一个都没死，人族的兵没怎么死，人族没死兵的，死的都是胖子牛头，我哎呦我的天哪，这个牛头差一点点，再波一毛半的兵杀光了，胖子死光，你看林呱呱，后果暗夜死了一些，然后人族没动，主要是死的，我觉得林呱呱可以别出兵了，讲道理啊，就山岭加英雄就 over 了，出啥兵啊，那还是得出，还得出点猎头的，不可能不出，讲道理要出白牛黑牛，买了个迷你基地，出白牛可以的，就套灵魂链，白牛不要毁灭，白牛还算了吧，猎头没问题，没问题吗，买了个迷你基地，主矿这个最好用的兵可能是飞龙，说真的，有那么多山岭飞龙好厉害，没必呀、啊，有必吗？这个族的矿就出飞龙啊，主矿还主矿别出牙签来了，一点用也没有了，现在出几个，别出太多就行了，合适的不出 AC， 不出 AC， 暗夜就山岭熊加小精灵就行了，暗夜不用出 AC， 就山岭不是说 AC 不如猎头，是因为暗夜的人口很珍贵。暗夜的人口要留给熊、山岭和小精灵，就是山岭，它是不具备可替代性 ，AC 可以被别的东西替代。对啊，我可以不出 AC， 我可以用这个游戏啊，你硬要说一个不可替代的，就只有山岭，别的东西都能正遭到攻击。熊也很厉害，这种情况熊各种加血，各种没有替代品的。小精灵也不可替代，这暗夜这三个兵都不可替代。山岭没有替代。宇宙最强盾，双精灵肯定不是无敌啊！英雄啊，他这个英雄不厉害啊，你得搞厉害的英雄啊！我觉得人鬼要想赢，得把这个牛给秒了。你们是不是喝多了呀？哎，干嘛呢？在魔拳打吧，别人小歪无限。还有冲拳呢？这山岭无敌了呀，能不能杀牛？牛又进去了。牛有无敌，能不能接个锤？能不能接个锤？牛要无敌了，不了了，不够。啊，来，牛头在大无敌，马上六级了，赢了，兽族暗夜赢了。不是，怎么有人冲拳的？我惊了。那他咋办呢？他冲拳。好了，踩 MK 要死了。MK 好危险。MK 死了就 GG 了 ，GG 了六级。GG。那小凯一毛饭生死战。的 ，Ace 战。就人鬼你还是得一本开矿，你这个山岭你这山岭这个兵你没法找到东西替补的，
边境兵就这么厉害好吧，你这胖子能比吗？你看这胖子倒的，你看胖子可能已经死了一对了，山岭一个都没死了一对，死了一对，山岭我估计死了两个吧。啊，山岭是二 v 二最强肉盾好吧，肉肉肉。不，三 v 三、四 v 四、五 v 五都是啊，这就是魔兽最强盾，它比英雄还夸张。如果山岭的盾硬度是十分的话，他喵的排第二的胖子只他喵有两分。不是。主要就是别的兵在二五幺里面，除了山里，别的都没有说可以称得上肉的，别的都不叫肉，啊、只有这个才是肉。二五幺里面什么的，其他兵叫战士，好吧，这个才叫肉盾，知道吧？叫坦克啊。这别的兵只能叫战士，好吧？这才是纯纯的肉盾。我一点都没夸张，山里如果是十分的肉的话，胖子最多两分，真的不能再说。现在只有暗夜有一片狂，别人都没有狂。五倍好吧，一个山林比一个胖子肉五倍没问题吧，没有任何问题的。五倍还是没有的哈，一个山林抵五个胖子，你作弊哦。实战效果中，我跟你讲，一个山林虽然抵不了五个胖子，但是五个山林就能顶二十五个胖子。但战损可以，它是有增长的。战损可以抵，对啊，战损大概是一比六啊，他估计就死了两个山林，别人死了一对胖子。这一盘死了一对胖子。死了几个山里，你算一算，而且人鬼的输出是远超兽精的，对，人鬼的输出高多了，好不好？你这牙签仔，我这输出，人这里枪炮还有小强的输出是完完全全超过牙签仔的输出的，胖子好，不是还有 MK 彩里边的输出，还有暴风雪的输出，双方的输出不成正比，死在一对胖子，只死了一两个山里。我山岭好拉还能保存的，我五倍的硬度，我都在侮辱山岭了，我跟你讲。那没有，那主要是因为你只要比别人强到一定程度，你就是生存性很高，对啊，就是完全碾压的，就完全没有可比性的。一座基地正遭到围攻，山岭不是重甲，当然山岭是最好的甲呀。中甲就是最好的。山岭倒不是说没输出，是输出低啊，输出还是有一丢丢的。山岭的输出大概是四人口或者三点五人口左右吧，就哪怕他是七人口的兵。现在假如双方互换，胖子跟山岭换阵容，我靠，那就不是他喵的五倍的战损了，是他喵五十倍的战损了。那就不死兵好吧？对啊，如果双方阵容互换。胖子给兽精，山林给人鬼，那就不是五倍的战损了，是五十倍。这里分了几个小炮就砸这个基地，哎，怎么基地不要了？一位玩家的部队砸呢？遭到攻击，谁不知道他这个？他怼 UD 加，这莫名其妙嘛？你这边打得过手机不就赢，手机矿不就赢了吗？干嘛呢？六级牛怕什么？这基地白给哦。这也不打团吧，先扒了 UD 的老家，然后 TP 手吧。这也太莫名其妙了，人鬼这边兑换了，感觉我就叫 BR 的福袋。一座基地正遭到围攻，山岭的血量是1600啊，但是他扛比如说魔法穿刺的输出绝对比你5000血的胖子要肉的，比不了，尤其是这种低高攻速低攻击的兵种。好啦，应该这怎么兑换到底了？这就奇了怪了，这就是林呱呱呀，杀完英雄拆机拆换家，杀完英雄好啊，开始换家了，这就是林呱呱。一比一打得很不爽，我要二不要打回来，场子要找回来呀。正面随便打他，居然不打正面，正面随便打嘛，人口又不落后，人口他们人口是对面领先的。那里是正面可以打林呱呱，打个毛的正面换家。一位玩家的部队正遭到攻击。
你们在聊单挑，不用聊聊这些别的兵打山岭，你们聊兵龙打山岭不就随便打了吗？干嘛聊这些地面呢？我们根本就不掉血，单挑。单挑没意义，游戏不是单挑游戏。一位玩家的部队正遭到攻击。那换着换着都没啥钱了呀？这是要顶替的对手吗？这么换下来，受金的容错率反而降了。对呀、啊，这本来有钱的，你搞到现在自己也没钱了，好蠢啊！你现在 TP 和阵型巨差的，那也还行。把树都爬起来还行，有井水，有井水，还有树帮忙打。这些树都爬起来没事。精灵一定不能被小强戳啊！现在小强能秒精灵的。打了呀，打了，还这么怎么还说着呢？能打的呀，要打。干啥呀？打呀，大哥，随便打。现在 QOG 也快到六了的。随便打，别怂。干啥？这牛头有六级的大哥。啥意思啊这？正在干嘛？我的哈盆。他为什么忽然怂了呀？不知道呀。为什么？上来！我的妈呀！好，你六级牛还是？好，小精灵可以上了，通过了。精灵上了，哎，精灵爆雷了。不过小精灵爆的还行吧？啥也没爆到呀。爆！主要是爆雷了。其实没爆到啥，还没爆到。啥都没爆到。他很容易哎，山里要被砸死啊！被 AOE。大法师又看杀英雄了吗？无所谓，六级牛啊，你随意嘛。我有重生。不，现在山里扛不住。哎，牙枪仔，哇，牙枪仔，猎头，猎头在干啥呢？猎头。好了，大头为了杀大法，我靠，都超贴脸了，还好杀掉。还好杀掉，杀不到。打的猎头全军覆没，换了个人族，人族 AOE 很足的。五级大法，五级 MK， 然后还是。英雄太强了，这种情况有山岭加英雄就够。哎，小歪怎么掉裂开了呀 ？KK 了。这个小歪刚刚回干嘛去了？好了 ，KK。喝水去了。啊，现在双方战成2-2平。